台湾大麻是不合法的。那我也没有印象，我有说过我不知道。对，你说的是他在国外是合法的，你这样对警察说的。我不是这样对警察说的。那明知故犯，所以你这样就是明知故犯，明知道不合法又不及时。对，我真的做错了，对不起大家。父母有没有跟你说的什么？家人当然就是非常的伤心与难过。那昨天回家之后，我也跟我的家人一个一个道歉。那真的是跟他们对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。然后我之后真的不会再犯这种错误，让他们伤心难过，然后也不会让他们受到波及。我会继续做好我自己。你不是初犯，那瑶瑶知道你过去的吸毒史吗？不知道。有网友质疑说你是同居，然后他不知道你有吸毒吗？我们没有同居，然后他确实不知道我吸毒。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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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对不起。